好，我是菜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四：黑旗》。这两个宝箱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下到很下面了呢。没有路可以进去啊，那我再绕一圈看看好了。啊，在这下面，耶，找到了！哎，藏得太隐秘了吧？麻烦哦，要一直转圈圈。我看到俯瞰你的老鹰了，这个俯瞰你应该是最远的，最爬的过程最长的一个。又有两个宝箱在下面，等等再下去看。这样跳下去应该就到水里了，我再从原本的路回去。应该在这里吧。看到了，还有一个宝箱。哦，在上面。那我先去这一个。不要直接跳下去好了，感觉有点高，还是乖乖爬回去。嗯，应该是走这棵树吧。啊，走错了，这边。这样吧。咦？找到了，看下来的位置怎么好像不是线的交叉点了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个要找。
那等我所有的地图都变成金色的时候，就得找齐了，就可以回去。哎，我忘记玛雅那件装备是在哪里换呢？看了之后应该可以找得到了。那居然有萤火，我可以点技能吗？让我点技能吗？那宝箱也找齐了。宝图，又是一个完全看不出位置的地方。金银火药桶，哎，我火药桶还好，火药桶我很少用。这里不知道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宝藏。好哦，真的跳得到吗？对准，对准，对准，好跳！哦，还好有吃到，碎片也收齐了，还是什么啊？啊，还有一颗瓶颈哦。一只鹿，他的屁股开花了。完成圣殿骑士抵达。那是1673年4月，我无意间发现一艘帆船停在金士顿的港口，而且还飘着荷兰人的旗帜。这是很奇怪，但并非不可能。其实这是一个策略。船上最重要的货物其实是一个叫托勒斯的人，他曾经参加过西班牙的军队，现在则是代表西班牙国王的使者。至少他是对这么对贝克福德说的，但之后我却听到他自称为圣殿骑士，而且是他特地来见贝克福德收藏的奇怪，手稿。托勒斯整整两天都跟贝克福德先生待在一起，直到他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他盯着看时，脸上似乎透露出着一种奇异的兴奋感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应付。直到他问我一些有关我内在幻象的问题，让我非常的震惊。卡瓦纳先生，你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假装不知道他在问什么，但我内心已经有点动摇了。
是声音，就好像从你内心深处或是记忆中有另外一条生命一样。到这里我已经吓呆了，为什么他对我的事情这么清楚，就好像每个人都知道的历史故事一样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托勒斯先生，我回答，并且马上跑开，因为我的心里已经非常焦躁。晚安，先生，他回答，并且就这样让我离去。等你休息够了且准备谈谈的时候，我会再去找你的。我越来越讶异，对他道过晚安后，我立即回到寝室，因为我感觉到有一个幻象要出现了。当我一躺上床，我马上就咦，还有哦，美术收藏哦，这应该又是我从可外的舰队里面带回来的东西。圣塔尼拉斯岛完成。没钱升级，就先走吧。嗯，下一个目标去那个 TR 的那里好了。啊，好沉重！哇！要在这么窄的地方吹这么强的风吗？哇！要不要开快，慢慢开。Starboard captain. Looks like booty. 啊，转快！备出发。依然超大警戒区，上次打爆那些西班牙的船好像并没有什么帮助。还是有船停在那，看起来是避不掉，我直接冲撞它好我很可疑吗？对，我就是很可疑。撞，痛啊！登船。没有办法哟，回旋跑。啊！太搞笑。二十个人好多，嗷！哇，我快死掉了！谁要上来？我下来。哦，都被砍到了。
靠近火药设备好了。剩下20个了，点火点火，不，人还没有杀完，不给点。快点了，还有2个。最后一个，现在都点完了吧？剩下哨兵，他们去哪？我一起补回来一点的耶。都开枪了，我要你的枪。哎，啊，枪掉下去了，射到吗？没中。终于花了蛮长时间的。军舰最麻烦了，因为本来用回旋炮等于要真的杀20个人才行。这些漂浮箱怎么还在？上次我不是捡完了吗？还是我上次没有捡完？印象中有啊。东西倒不多。抓一个。Bearing down on land, sir! Oh, here he comes, Johnny, with what he must be. Hold in the stun, sir! Who up top? Douse those men! 又有一张新的藏宝图。那看起来像某种艺术图片，完全意义不明，可能要等我到现场才有办法猜。刚开始的那几张比较简单，一看就知道是哪里。诶，找不到那个坐标点，该不会这个吧？真的耶！哎，是在水底哦，这么特别。先把这个岛的东西拿一拿吧。这岛应该还有一个那个暗杀契约，不知道暗杀契约解的怎么样。希望赶快可以拿到那个奖励。
应该是枪剑吧，最强的剑。几内亚编年史，航海家亨利的肖像。许多15世纪著名航海家的恩人曾经属于彼得·贝克福德。总觉得这些岛屿看起来都好像。该换鞋子移到不同位置，啊，把东西交换一下，那个相对位置就换一个岛。找份稳定的工作，到牙买加以后，把这些幻想跟莫名的想法全部抛在脑后，开始帮自己找份差事。我的师父达文波特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，替我很快争取到与彼得·贝克福德的经理面试的机会。彼得·贝克福德先生可是整个西印度群岛中以守信与聪明著称的人物，虽然如此，但我得说，是他的经理在两天内就帮我找到了，就帮我找了个工作，负责翻修奴隶营地，加装更坚固的门跟屋顶。至于我的住处呢，说真的还不差，三扇窗户中有两扇可以看到甘蔗田，打开这些窗户会让我的房间充满凉风，甚至会闻到大海飘来的气味。还有细微的海浪声，而从窗户飘进来的黑人奴隶歌声也会让我感到平静。虽然很快乐，但我还是怕会染上黄热病或其他会从海上带来的传染病。我到这里不过半年，就亲眼看到17人死于疾病。虽然我在这里生活还不错，但其实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子。而我必须说，很多事情都是好的灵，坏的不灵。打架喽！这些人怎么到现在还不认识孔威船长？还会找我打架？我已经上一个酒馆就全部解锁了呀。应该是这样跳过去吧。跳。诶，不能跳。不跳。跳。有点难跳。还剩下什么？上面的两个宝箱，再来就是暗杀契约。
那来看看接下来要杀谁。哎，还有一个宝箱，两个哦，还有一个在小岛上要游泳。那我们没有先拿呢，可能就在手稿的附近而已。有小动物。兔子呀，又收集了一些骨头。那些人到底在干嘛？一直跑来跑去。再来游去拿那个岛上的宝箱。最后来签暗杀契约吧，虽然刚刚就说要结。不配当兄弟，一名背叛的海盗船长打算自己抢下金克罗要塞作为据点。金克罗要塞，我的要塞，他好意思啊。是说这为什么还需要人家来拜托我呢？又有猎船，欸，好快速接近，欸，这样无法避免冲突了。装撞要撞成你，哇哦，一撞就成，超强黄金撞角。啊，靠不到，不靠近。哎，这样比我快一步，这么敏捷，啊，那有点难分，难就是敌人。啊，穿黑色的是敌人，穿蓝色是我的队友。
这期 episode 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And so